天使多多买菜。叔叔，您最近太忙了，今天在家好好休息吧，我去买菜。好。乐言，你现在真是懂事多了。那行，那今天你买菜。叔叔，我记得您之前说过，方丽她奶奶的鱼铺就在农贸市场。我说你怎么今天积极的去买菜呢？你的小脑袋打什么主意呢？我告诉你，在学校里再怎么瞎折腾，起码有我给你兜着底。到外边，你可得给我好好老老实实的。人家方丽最近表现不错呢。叔叔，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想吃鱼而已。啊。那行，那去买个大鲫鱼炖汤啊，快去快回。好嘞。拿来啊。需要什么？老板，来两条。好嘞。一共是49.8，您给49就行。哎，好，给您。找您1元。哎，好嘞。慢走。谢谢啊。阿姨，这红薯怎么卖的呀？1.5元。哎呦，我们新区的第3天多的。啊，黄新的。那蛮甜的这个。这个里面是不是坏的，阿姨？大姐，大姐，你还有事吗？那个，我想说，您买的鱼太大了，一个袋子套不牢，再套一层吧。小姑娘蛮细心的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慢走。哎，好。又是你。挡我财路啊！老板，给我来条鱼。我小心点。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，你怎么招惹他了？我招惹他？他们就是个小偷团伙，好多顾客都被偷过，刚才就是又要下手。那为什么不举报他们？他们都狡猾得很。喏，这是我最近偷偷拍的他们的照片，我打算把这些照片做成海报贴在市场周围，看看他们还敢不敢继续偷东西。那样太危险了，万一他们报复你怎么办？就是因为人人都当缩头乌龟，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。反正小偷就不是你该管的，能不能别让我担心了？你还会担心我呀？我是说，你是学生，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准备期末考试。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，但你要是不买鱼，继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的话，麻烦请你快离开。我买，给我来条大鲫鱼。江叔叔，鱼买回来了。洛言，你快进来。谁来了？父子俩好久没见了，还不坐下好好聊聊？有好消息给你。儿子，你江叔叔都跟我说了，你在龙兴这段时间表现得非常不错，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，再也没打过架。爸爸真的很欣慰。就知道捡好听的说。所以呢，这次我来就是接你回去。你是不是天天都在盼着这个好消息？现在就回去。啊。我还有学校的期末考试要准备。这种期末考试对于你来说，参不参加有什么意义吗？若言，你爸呢？他工作很忙，这次特意来接你。要我说，你就听他吧。叔叔，您这是赶我走吗？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？叔叔倒是希望你一直留在龙兴，但是也得为你的前途考虑啊。我还有书要看，我去看书了。反正我现在是不会走的。哎，老罗。要不你先回去，等洛言他期末考试结束了，你再来接他。洛言他毕竟是个大小伙子呢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也许他是想在龙兴有始有终吧。哎呀，他就是太有主见了，这倔脾气也不知道像谁。
看什么看啊？没事做。这不是才少混混吗？一定是农贸市场与他那个姓方的小姑娘干的。这几天我一直看到，拿着手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肯定是他。他们说的是方黎，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他。要赶紧去报警。这次期末考试以后，学校会按成绩的排名重新分班，想要继续留在我们班的，你们就要好好的准备。我带的班级一个都不能掉队。安静，班会到此结束，下面上自习。干嘛？你期末考试要好好考，别到时候离开了老姜的班丢人。但我很纠结啊，我想好好考留下来，但是一想到留下来就要跟你继续做同学，一想到这个我就……留下来也不一定继续跟我做同学。怎么可能？你成绩这么好，咱班就算只有一个人留下来，那也是你啊。读完这学期，下学期我可能就不在这里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要回去了？天哪！我要走，你这么开心？用我奶奶常说的比喻，就是地下党熬到了1949年的秋天，终于要解放了。我就是试探一下你，没想到你那么经不住试探。你到底哪句真的，哪句假的？真是一秒天堂，一秒地狱，心脏不好，真受不了。受不了吗？那这样，给你一个拿回账本、摆脱我的机会。周六，千万别忘了，不见不散。我记得了，拜拜。完美。主人，主人，你和方黎小仙女的盆栽该浇水了。主人，主人，你和方黎小仙女的盆栽该浇水了。没想分手啊。那个，我说的是电影里的剧情。我知道，我们继续看吧。抱抱你。我知道，现在你夹在奶奶和洛言之间，真的很为难。没事的，但是洛言他也太过分了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不是更应该你们俩一起扛吗？就算你提了分手，可他还就立马答应了。方黎菲菲，你们干嘛呢？吃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买完药，回学校的路上我就顺便来看看你。买药？你怎么了？不是我，是洛言，他都发烧两天了，就自己硬扛着一个人在家里。我知道了，我就赶紧买药给他送过去了。菲菲，啊，这边你帮我盯一下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啊，方黎。哎，菲菲，菲菲。哦。你看了天气预报吗？说这两天有一股冷空气要来，有可能会下雪。
冷空气只是过境，还是会升温的。再说了，下不下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过雪了，你想想，到时候漫天的飘雪，多浪漫。你怎么来了？申旭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要不要去医院。急性感冒而已，没什么大碍。你去躺着吧，屋子太乱了，我帮你收拾一下。而你就去打架斗殴，然后一走了之，你有什么底气跟他在一起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收拾。还是我来吧。你身体不舒服，需要休息。我说不用了，被你奶奶知道又该生气了。你还是快走吧。我都说不用了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就这么想看我为难吗？好，如果你非要收拾的话。把这个也扔了吧。还有那个盆栽，你要也拿走，或者一起扔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次都是我们的失误，您就不要投诉我们了，我给您免单。好的，好的，太谢谢您了。对不起啊，菲菲，我又搞错订单，害你替我挨骂了。小事一桩，这不都解决了吗？只是自从你从诺言那回来之后，整个人跟丢了魂似的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跟他没关系。我可能最近有点累，脑子有点迷糊了。你呀，跟我还逞强。说实话，就算洛言在所有人眼中都算很优秀，但两个人在一起，合不合适最重要。可能他根本不适合你呢。毕竟，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脚知道。你想想。高中的时候，他把你整得很惨，然后拿账本把你举报了，之后又因为打架转学离开，这样一听，是会觉得他很恶劣吧？站在奶奶的立场上，说不定我也会反对你们在一起。所以，奶奶说的话，你还是要考虑考虑。你说的我都明白了，我会好好想清楚。菲菲，谢谢你。笨蛋，跟我说什么谢谢啊？只要你开心，我也就高兴了。就算我再弱鸡，你这放水放的太明显了吧？你以后找别人玩吧。哎呀，别走嘛，我离不开你。对了。我前天生病的事，是你告诉方丽的吧？除了我还有谁啊？不用谢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和方丽已经分手了。哎呀，知道知道，你们已经分手两星期了。哎，就算你们再想体验体验分手再复合的感觉，我觉得最多分手半个月也就够了，再长也没必要。我没开玩笑，别再让我们俩有什么关系了。喂，搞什么呀？你跟方离高中就相遇又分开了，大学又重逢，最后还能在一起。哎，
你知道这多么小概率的事儿吗？不珍惜缘分是要被老天惩罚的。高中我就是一个混蛋，一直伤害他。在一起之后，他始终迁就着我，再也没有提起当年的事，但不代表我做过的那些事就这样一笔勾销了。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？不是胡思乱想，方离是奶奶最疼爱的人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奶奶没有理由原谅我，而且方离主动提了分手。那你真就舍得这么放弃方离了？钥匙是不是应该还给他了？方离，我知道你跟洛言出状况了。盛泽，15分钟后来门口，我想有些关于洛言的事，你会想知道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见我呢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听说你跟洛言在一起了，然后最近又分手了。这么快连你都知道了？所以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想多了，但无论你们因为什么分手，有些事情你有必要知道。其实方离跟你分手，他心里一点也不好受，整天魂不守舍的。在店里他连着把好几份订单都弄错了，他以前可从来不会出现这种状况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说美男计了。哎呀，你从菲菲嘴里套话套出来的，绝对是真的。总之，你不要再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根本放不下方离。你们现在这样僵着，你在这儿自虐，他那边肯定以泪洗面的。盛泽，他俩怎么还聊上了？方离怎么还在一起啊？这是什么情况呀？你自己慢慢看吧。哎，洛言，洛言，等等我，洛言。你觉得你很了解洛言，其实你根本不懂他。如果你要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先走了。那你不想知道洛言是怎么失忆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龙兴于世的小偷团伙？我记得。其实洛言失忆的原因就是和这个小偷团伙有关。这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方离同学，之前我是骗你的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这些是我自己搜集的石头，送给你留作纪念。你自己的学习成绩正在逐步提升，不要懈怠，加把劲。我希望我们在大学里面重逢。不好不好，这样太正式了。天哪，这男主什么脑回路啊？表白居然送给女主一大盒石头。石头？收到的女生会哭吧？气哭。这种钢铁直男，我让他活在小说里吧。这么快就没有了？阿烈，我去把你存货拿出来啊！哎，零食不在那边。这不是你送给陆岩的那个飞机吗？怎么你也有一个，还给藏起来了？这是我做的样品，那送我吧，我不嫌弃。哎，别了，这个做的太一般了，我下回给你做一个更大更好的。零食在这儿。菲菲，嗯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出去一趟。去干嘛？要我陪你吗？不用不用。嗯，外面要下雨了，那你赶紧回来啊。嗯，好。
乐言，你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完，再好好检查一下，别有什么落下的。已经收拾好了，叔叔，您放心吧。你今天看上去有点特别啊，是要干什么去啊？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怪舍不得，所以想要有点仪式感。你要是出去，马上回来，你爸快到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上次是你报的警，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你得罪我会有什么后果。你挡我路了，想走？上！救下了洛言，可是他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前几天那个小偷团伙终于落网了，经过审讯，他们交代了以前很多的旧案，我这才知道了真相。所以我跟奶奶都一直错怪洛言。得知这些我也很意外，洛言那种一直傲娇的性格真的让我太不喜欢了。我有想过看着他被失忆所困扰，可以嘲笑他背着包袱的样子，但我知道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真正背上包袱的是我自己。我现在全部都说出来了，也终于能够放下了。而整件事情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即便是他失忆了，他还是又一次重新爱上了你。真的下雪了。听说，如果能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初雪，一整年都会很幸福。盛泽，谢谢你，能不能拜托你把这一切讲给我奶奶听？我得先走了。
撑着，海洋带走忧伤，奔跑在雨中捡起星光，能让我笑得像从前一样，不过是因为你在身旁，舍不得看你忧郁模样，我也想给你我的肩膀，做你24小时的暖阳，用力把你抱紧我胸。你还来干什么？从不敢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怎样，不敢看你入睡的目光，怕忍不住亲吻你脸庞，从不敢想象我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你的世界会怎样。其实你没有把账本交给老姜，也没有不告而别，对不起，你是为了保护我才让自己失忆了，你从来都没有骗过我，对不起，是我一直都错怪你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还怀疑你对我的爱，我不应该说那些话来让你伤心难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能让我笑得像从前一样，不过是因为你在身旁。方丽，舍不得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你忧郁模样。你跟我说了那么多对不起，我可你知道吗？我根本就不想听到对不起，我想要听到你说的是。做你24小时的暖阳，我爱你，用力把你抱紧我胸，我爱你，从不敢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怎样，不敢看你入睡的目光，怕忍不住亲吻你脸庞，从不敢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怎样，为你我想勇敢爱一场，第一眼你就住在我心上，从不敢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怎样，不敢看你入睡的目光，怕忍不住亲吻你脸庞，从不敢想象没有你的世界会怎样，为你我想勇敢爱一场，第一眼你就住在我心上。第一次爱一个人，慌张又坦荡。